个你我告诉你吓到你四彩颜色。四彩四彩。这边是蓝色，这边是紫色啊，它这边呢就是粉色了，看到没有？那这边就是白肉了。那那个料子呢是三吨啊，然后有一条比我手臂还宽的一条蟒带，你们想想这多吓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刀，刚刚呢去处理小丽那个料子了啊，去陪她一起去把那个料子拿回来，然后那边呢料子也已经拿到了啊，然后我一个朋友联系我，然后说有一个料子待会儿给我送过来。老朋友啊，然后是在瑞丽来很少合作，但是以前关系很好啊。那么一起在这等一下，看一下他给我带什么好料子来。Hello， 一东哥。哎，阿三。哎，来了嘛，这个不管。来，放这上面，放这上面。OK， 等下桌子发了。哎呀，这没事嘛。现在这边还可以吧？哎呀，可以的，可以吧？但是这个生意有点难做。生意难做啊？对。这什么料子？哎呀，这个特色料吧，特色料，木纳的呀，你记得？木纳特色料。什么个特色法？哎呀，没这个你想不到的这个东西，你想不到的，从来没有收过东西的这个。从来没有收过。从来没有收过东西的。没什么表现嘛，这个。哎呀，这个要没管这个，你我告诉你，吓到你，四彩颜色。四彩。四彩。这打的，这皮革上打的有点春啊。哎，外面这个上面打的呢，这个没事的。我看我这哪里有什么色彩呀、啊？哎呀，刀哥，你这样，来，我给你看，这个，是不是？来看一看，这是个断口料吗？哎呀，是这个断口料，在矿里那个不是有个裂，有个裂，那个一半人家拿走了，但是我刚刚好碰到这个一半嘛。你搞到一半？对。这是四彩啊，四彩，你普通的这个看不出来吗？拿灯打，春，白肉，紫，蓝，春白紫蓝，啊，那确实，对，四彩吧，有点飘花还，飘花这边也飘花，你这个，但你这是断口还是新断口？啊，这个新断口，这个你看嘛，这裂都没有嘛，你看这里的。新断口子是那个不能人家敲掉，应该敲掉了。这个裂的没有，裂的很少见的，我也不说。那翻过来我再看一下这边有皮的，料子也重啊。哎，这个重，是不是？这个很少见的，这个木纳的料子是个好料子的啊，老皮革的啊。老皮革的，你看木纳的老杨梅皮的这种料子是，那你这个表现嘛？那是玩内化的，有险啊，这个料子风险大，主要赌这把险。哎，肯定料子要往赌险赌面赌内正常嘛，是吧？正常。我给大家讲一下。OK，没事，可以讲。不管成不成交。哎，可以讲，没事的，可以讲，没事。这都朋友了嘛，是不是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料子啊。这个料子呢，它是一个木纳的老杨梅皮的料子啊。然后它这个料子之前没断之前是什么形状呢？那谁都不知道啊。但是给我看这一半的情况下，这料子它是一个比较板正的料子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这边是比较平的，包括这一边啊。然后这个料子呢，我刚刚也压灯看了一下，就是说我们断口现在不谈啊，不是谈的断口，就谈皮壳啊。通过它皮壳来看呢，我们是看不到四种颜色的。为什么？来压灯过来看一下。那我们这样压灯来看的话，就只能看到有一点点那种淡淡的春，知道吧？然后水头呢也一般啊，来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它这种啊，就属于有一点淡淡的春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这个料子水头呢又不是太长，知道吧？但是这个料子它最大的一个风险在哪里？其实断不断口倒不是很重要，我给你们讲它这个料子最大的风险在哪里啊？阿三，哎，啊，你帮我。我要看这两边的侧，这要看这两边的对吧？这里，那它这里呢有一包险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险呢晶体呢又有点粗啊，我们压灯来看，这个看到没有？它是没有任何表现的，我怕什么呢？怕它这个脏啊，就是进去的太多，你们知道吧？但是我们来看一下险的这个位置啊，它又有那种水头了，它皮壳之下嘛，这个是对吧？它又有带一点飘花了，你知道吧？那然后另外一边啊，来再帮我看一下、这个、来这边吧，这边它另外一边呢它也是这种情况啊，但是这边呢它没有什么翘口那些，所以呢我们就看不到那种表现，知道吧？然后这边这里这你也是看想看这里是吧？来我们注意看啊，它这些位置啊，看到这个黑黑的部位没有？
黑黑的这些部位呢，其实就是它的一个癣，知道吧？包括这一边啊，那你拿高点给我们看一下这个料子整体，那它这边是癣，这边是癣，也就是说这两边呢它是没有进来飘花的，知道吗？那我们口完的地方呢就是这一圈，知道吧？因为它癣没有再往里面进嘛，这个是中间部位嘛，对吧？它就不会再往里面进了，基本上就是可以判断癣在这两边啊。然后中间呢是有手镯位的，但是我们来看这个癣，它没有水头，那就是明显啊，这是一个死癣，玩不了，知道吧？然后这个料子呢，刚刚也打灯看了一下，它的颜色啊，确实啊有四种颜色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，我们来看啊。来，你们来看这个位置其实是非常好的，这个位置就是两种颜色，你们知道吗？那它这边呢是一个紫色，这边是一个蓝色啊，它这个位置其实就已经是两种颜色。但是我们注意看啊，这个断口它的一个水头明显要比皮壳有皮壳的地方长得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已经没有皮了，对呀，这样你知道吧？长得多嘛，这样。那它这边呢就是两个颜色了，这边是蓝色，这边是紫色啊。然后我们再往这边走，看到没有？那这边它就是带那种粉春啊，它这边呢就是粉色了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再往这边走，那这边又是蓝色，看到没？然后这边有个位置，我刚刚打灯看了一下，有个白肉的地方啊，那这边就是白肉了，看到没有？那这边就白肉啊，它这个料子呢就是白、紫、蓝、粉啊，就粉春嘛。加起来呢就这四种颜色，哎，四彩的这个，看到没有啊？这个料子就是一个四彩料，但是呢这个料子总啊是够硬，但有一点啊，我们注意看啊，拉高点，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料子啊，其实除去这个显的位置啊，它的圆圈位置也不是太大，然后它这个位置呢是有裂的，我们注意看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是有裂的，然后你这样再除一下，我们要按照最坏的打算的方，我要把它这个裂要算到最坏的打算，就是这个样子的，那相当于我们去赌手镯只能赌这个位置啊，那这个位置切下去还不能有裂啊，然后包括这边也是一样的，切下去不能有裂，知道吗？这就是这个料子的一个整体情况，它的一个主要风险就是这个癣啊，然后一个就是种水，其实种水还好，主要是怕赌什么呢？癣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，那主要要赌手镯的话主要要赌裂，知道吗？当然啊，刀哥，这个中老裂不见，中老裂不见，哎，中老裂不见，这样的东西。当然啊，不管是什么料子啊，它都有一定的风险，没有百分之百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百。哪怕我跟你们这么讲啊，我今天呢跟一个朋友啊聊了一块料子啊，你们应该也有听过有见过啊，亚洲一号啊，我有一个客户啊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我一个客户呢，他比较喜欢，然后呢，他今天啊就跟我发了验资报告，然后我们才去谈的。我给你们看啊，那，别人是有200多亿的验资报告啊，然后我才去谈的，知道吧？我去看了那亚洲一号也是一样的，那亚洲一号啊，其实我跟你讲，其实都是有被炒作嫌疑的，因为很多人啊，亚洲一号你知道吧？我知道，很多人都去拍那里拍视频呢。动不动今天10亿，明天100亿、80亿、70亿啊，报什么价格的都有。其实那个料子没有那么贵，你知道吗？只是说它的名气比较大啊。那过几天呢，等银行啊那边拿出来之后给到货主，我会拍给你们看啊。因为那个料子呢，我的一个客户啊非常喜欢，叫我去谈啊，那么高的价格我都不敢，我们任何一个人啊都不敢说他能切早，知道吧？所以说玩料子它本身就是存在着风险的。好吧，在自己的消费能力之内买自己喜欢的啊。对，这个料子喜欢不？价格呢？价格，大哥，我们认识那么多年了，这个不都说嘛，不喊价，人家叫了几百万的，我不说了，这个76万给你们。76万？对。你想钱想疯了？哪里的？不是的，管那肯定是谁想那讲话嘛？你看一看嘛，这样你知道吗？啊，亚洲一号啊，别人谈，你知道别人叫价叫多少？叫多少？100亿。100亿那个店。其实你们知道实际价格是多少吗？我这么跟你们讲吧，亚洲一号一个实际的价格，现在他们公司报价啊，10亿左右，但是在很多人视频上面都叫的是100亿啊。你们想想这多吓人啊！那个料子呢是三吨啊，
然后有一条比我手臂还宽的一条蟒带被开出来了啊，那个料子很难得，实话知道吗？因为那个料子开窗就发了一年，那个是好好说啊，你们什么几十万几十万？哎呀，气得当你刀啊！你想要我们做风油那么久了，当你风油也不会花，当你这个七十万的也就算了，怎么样？不要笑，真的，我是当真说的，是不是？看到没有？我跟你讲，你这个料子呢，说实话，小完的话只能小价位，为什么？始终还是怕这个裂。你这个虽然有四种颜色，啊、但是我跟你讲，你这颜色过度不是太大，啊、知道吗？切出来之后啊，如果没有手镯的话，它就切不到四种颜色。哎呀，因为牌子它要不了这么大面积嘛。我知道了，但你如果说你四种颜色是这样，哎，都连在一起的，哎，那肯定是没。哦，那个这上几个亿的不得了了，那个。我们不讲那种，这料子我可以给你出个小六，差不多十万块钱左右。十万块钱？哎呦，这个对不起了，大哥，我拿过来这个。不要跟老弟空空的，这太这个味道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这叫价的风格啊，跟以前是一点都没变。你叫价七十万，我估计你是想卖个，我看一下，你一般叫价是，你应该是想卖个二三十万，但是我给不了那么高。这你给多少嘛？倒地，你给多少嘛？能给你十二万，因为红。这个，哎呀，走得太远了，这个走得太远了，这个。我知道，你应该是想卖三四十万，二三十万的。哎，这个二三四十万的没有必要要打了，这个刀哥呀，没过去，这个我就拿走了，再一本一样。你就走了，就这样走了，没必要嘛。没必要的，你这个没必要走了，你假的，那你二十四十，对不对？反正我知道，但你走了，你说的这个二三十万的这个一三十万的这个走得太远了，是不是？你想卖的价格就三十万左右，我还不知道。你、你想，你知道就是了吗？这个能不能给老弟的？你在缅甸的时候就是啊，他在缅甸的时候就是，他想卖五十万的话，他给你交个一百万啊，或者一百万多一点；他想卖一百万的话，他给你交个两百多万啊。就这肯定好谈，这个他想卖三十万左右，应该是、要么三十万出头，要么二十大几万啊。多少嘛？多少？啊，但是我确实只能给到十几万。十几万？哎呀，这个不，这个不谈了嘛，这个那我就拿走了。啊，行。OK， 拜拜啊。执着了，没谈成啊。因为它那料子呢，确实我怕它那个裂从侧面进。如果说从侧面进，没有手镯的话，你牌子是取不到四个颜色的，那它的价值就会打折扣，知道吗？那行，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记录到这里啊。有喜欢刀哥的，或者说想了解更多翡翠专业知识的，点赞关注加留言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